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可是我特别喜欢迈阿密，迷人的风景，只是亲爱的你不必太多心虚，一起去繁华上海的北京，还有自然的大地，保留着回忆，我们才有意义。
972 DJ。